现在还相差四分。好的，大家看孔令辉现在一个直接抢拉，但是他反手拉的时候呢是带有一点滑板啊，这个动作也是非正规的一个动作，直接抬着踢板。现在比分又加大了，现在加大到六分。刚才孔令辉这板打到瓦尔德内尔中路这板球啊，应该说非常质量高的，但是瓦尔德内尔不愧是驰骋乒坛的老将啊，刚才中路这板球回得非常好，在步伐没有到位的情况下，通过身体的调整，手型掌握得非常好。现在场上比分是10-15。现在双方的比分又缩小到了4分差距，11-15。如果这五个球孔令辉能赢两个就非常好。好的，这一段孔令辉是紧紧地抓住了瓦尔德内尔的正手空档，一方面能直接得分，另一方面也牵制了瓦尔德内尔最有力的侧身进攻，这个战术用得非常成功。现在12-16。12-17。好，这样孔令辉在瓦尔德内尔发球的情况下，这一轮接发球打得非常好，赢了三个输了两个，所以这样的比分就成了18-12。现在孔令辉发球，现在这个打法和思路还是对的啊，要先上手，插网重发。13-18。这个发球瓦尔德内尔判断失误了，19-13。好的，20-13。这时候孔令辉啊向四周的看台示意，似乎也是在感谢观众的支持，这时候所有的国旗啊，五星红旗都飘起来了。结果瓦尔德内尔接发球抢攻失误，这样孔令辉就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，他非常的激动啊，他跳起来，现在蔡振华教练把他抱住。我们知道他为了今天啊等待了4年，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，当他输球以后啊，他非常的痛苦，虽然他不说，但是他心里啊一直在渴望着2000年的奥运会。他现在向四周的观众鞠躬啊，今天中国的观众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，确实在比赛一开始四周的这个拉拉队就一直在给他加油。中央电视台孔令辉又为中国队夺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，这样中国队呢，第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
中国队就获得了四枚金牌，等于是蝉联了奥运会的四枚金牌，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啊，可能有些观众想，中国队，我想到了他会拿到四枚金牌，但是当你亲临现场观看比赛的时候，你这句话就不会说得这么轻巧。孔令辉在这次比赛里边，他在进入前16名的时候，啊，对待波兰的选手，3-2险胜，接着进入前8名，在进入前4名的时候又碰到了奥地利选手施拉格，在落后的情况下打满了5局，又是3-2险胜。接着进入前2名是对瑞典的老将佩尔森，最后孔令辉是3-1取得了胜利。刚才对瓦尔德内尔是3-2，应该说孔令辉这一路走过来确实是不容易，但是最终实现了梦想。他继刘国梁之后成为了中国男队现役队员中第二个大满贯，我们对他表示祝贺。在此前呢，刘国梁是战胜了佩尔森获得了铜牌。观众朋友，比赛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，等一会儿呢我们进行颁奖仪式给大家介绍。